所有人都在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，最精彩的时刻留给我的球员们。我们从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，我们怕的是对手不够强。大概拆进来之后，漂亮挡拆 ，nice， 张志远暴扣得分，猫式猫式，大概拆进来又是个 ball big block， 来，牛角牛角牛角，奥斯多拉，这样的一对一不允许你有一点的怠慢，这就是代价。丁超超巨表现，杨振再次展示什么叫做顶尖控卫。杨振，杨振点燃现场，又一个抢断。李阳打我们跟打小孩很激烈啊！追梦队正式成军，你们也将去征战 CBA 的职业队伍天津先行者队。我们有多少胜算呢？天津队教练特别抓的一点什么，就是作风。如果你不拼，在这个球队我不会把你留下来。 Guys that are role players that are really good and tough, they just play hard. 天津队今年在这个张兆旭的加盟以后，其实实力会增加很多。做全速啊，全速全速，抢抢抢啊，对手啊都在这儿呢。这些人呢没有太优秀，他也不是说主力，他是可能是第几替补了，维护队友交际花，头发挺像花的。张毅他儿子小公主性格。 CBA 颜值挺好的。 CBA 的天花板这么低吗？都我觉得追梦队就那么回事吧，胜率百分百。跟这种业余球员打，我们就是心理上占有很大的优势。行了，你们可以不拍了，不行，不能拍照了，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。接下来就正式有请天津先行者的球员入场。欢迎本场主队追梦队。我们是谁？追梦队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冠军，冠军。篮下漂亮，张兆旭在篮下重重得分，米兰传到内线，漂亮。再落左侧，再对上杨振，这一次打板命中，漂亮。乌格兰 shot， 乌杨振一记重控。加基怎么在后面呢？不能慢慢投篮，听没？不要给三分球，你防个人突破就行了。你能不能篮板球啊？你篮板球抢不着了。